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谈古论今，我是老潘。刚才做了一共放出来三个视频，一个视频是告诉大家，重点观察的几个 DOT 叉烧拍卖的项目，就是这10个项目是吧？那刚才做了一个 Arcana 的视频，又做了一个蒙变的视频，现在呢，我们来说第三个，就是 A Star，这三个项目是我的重点投资项目是吧？我要在 Arca 里面放30%的 DOT，在 Moonbeam 里面放30%，在 A Star 呢，我可能只会放个5%左右。对，其他的呢就是均匀分配是吧？看他们能不能赢。如果他们差不多赢的话，我就会投一些；如果他们看他们样子赢不了，那我可能就不投了啊。怎么看他们能不能赢呢？就是你要去他这个地方。在这个它这个 ending 的时候之前，如果它的这个百分比啊，它现在的这个投的这个百分比仍然只是几%，那它可能就赢不了了，是吧？它现在42天之内，它要筹集到这个100个 million 的 dot。那如果它这个百分比在40天以后，它仍然只是1%、2%，甚至只有10%以下。那他很有可能他就会失败，是吧？他这个投这个叉叉就会失败，所以呢，就像那种项目我就不会投了，是吧？那这三个 Moonbeam、Arcana、A Star，不管他们成功与否，我都会去投啊。那如果他们失败之后，会自动把 DOT 呢返还到你的钱包，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害怕，是吧？失败会把 DOT 还给你。其他的项目呢？如果他们有成功的希望，看起来有成功的希望，我就会去投。好，那这个 A Star 呢？大家不了解它是干什么的话，它基本上就像一个以太坊一样，是吧？就是跟 HCA 跟那个什么 Moonbeam 也是差不多。那它，我会把这个网页放在这个视频下方。那点这个 State dot now 是吧？进来之后呢，点这个 State dot now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它一开始呢会先连上你的这个钱包，然后你要确认什么的是吧？应该也是类似的。然后呢，这里面会显示你有多少个 dot，那我要放存多少个呢？我比方说，我先存5个吧，我也不说多的是吧？那 referral address 我现在没有是吧？我就去网上找一个，我刚才没找到这个 referral code 是吧？去别人视频上也没找到，所以呢，我就算了，我这地方就先不填。这儿呢，我就先放最低的5个，然后我自己先搞一个 referral code 出来再说。我看看这个地方呢，我先用这个我的这个作为重带的这个钱包，里面呢我有5个 dot，那我就把这5个 dot 呢都存了啊。然后 下面这个地方。就是我的这个 referral 的 link 啊，然后我会把这个 link 呢放在下方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使用一下啊。那有没有这个 referral code？是否会有？我想一想啊，referral address 哦，referral address 是钱包的地址，那我们可以直接贴钱包的地址。我看看，我就用我这个随便搞一个是吧？搞这个钱包的地址，然后我把它贴在这儿。他也没说能多给你几个是吧？可能要去看他官方的主页，看看他会 excluded bonus，就是5个 dot 能拿到150个 A star，然后但是他没告诉你 bonus 多少是吧？那我们试一下，那个同意。然后让我写这个钱包地址啊。现在大家都在玩重贷，所以呢，出了个错。我看他这个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我再试一次。
他这个老是出错，是吧？我把这个网页再刷新一次，我再试一下。他这个 A-Star 的网页呢，还没有做得特别好，还是有点问题。他可能还在修改当中。他这不够了，我要刚才用了一些做 guess 不够了，我现在要再转接过来。好，刚才我转了一些 dot 过来，然后我们现在刷新一下它这个网页，我们再试一次。stake dot now，然后选择这个钱包，然后再放上五个 referral 地址。我就放上这个，然后我们点这个 state now，看看这次会不会成功？刚才失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失败。看这个。网页还没做好啊，哦，这写着 "Thank you for your contribution"。我们看看 stake 成功了没有？我们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，然后在这儿看啊，A star，好，这有五个 dot，说明已经成功了，是吧？那这就是如何把这个 dot，stake 到里面去，那这个地址呢，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下方，大家可以使用是吧？referral code 我也会贴出来，大家使用的话呢，应该也会得到一定的 bonus，好，那这就是这个视频，最主要的三个项目都讲完了是吧？ACA，Moonbeam，然后这个。A star，其他的呢，我就可能会投一点点，不会投太多啊。好，那这个视频就先做到这儿。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，可以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。顺便说一下，就是有些朋友问一些很常识的问题，是吧？就是问2年以后怎么样解锁？它是自动解锁啊，解锁回你参加众贷的这个钱包，也就我现在用的这个钱包，它就自动解锁。就把 dot 呢还给你，还到这个钱包里面去，都是自动的，是吧？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，他们发的币是去哪领取，是吧？那些币呢也是自动发送到你这个钱包里面去，但是呢，它可能不一定发到跟你这个直接是这个钱包，那这个是 dot 的钱包，那到时候呢，你去到这个地方，比如说他那个 ACA 投成功以后。这个地方就会显示高亮，你就点一下它，然后呢点这个 switch，你就换到那个 ACA 那个网络上，然后呢它那个币呢是直接发到 ACA 的那个钱包，到时候那个钱包呢跟你这个 DOT 的钱包是一对一的关系，是吧？你只要有这个 DOT 的钱包，你就可以拿到它这个 ACA 的钱包，它是一对一的，可以自由切换，切换过去以后呢，你就能看到 ACA 呢会发到那个钱包里面去，是吧？但是 Moonbeam 是不一样，Moonbeam 的，刚才我们如果看过我视频的朋友呢，就知道我们要提供个以太坊的地址，也就是它的名 Moonbeam 呢是直接发到那个以太坊的地址里面去啊，这是怎么领取那些币是吧？那些作为利息的币种。好，那这个 A Star 呢，应该也是类似发到这个。当它变成高亮的时候呢，发到 A star 那个钱包里面去，是吧？跟你这个 dot 的钱包是一对一的关系。好，那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、分享、订阅。想加入我们电报群的朋友，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 QR code 来加入。这几个视频呢是本来是作为会员视频的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现在贴出来给大家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谈古论今的这个订阅者也超过3000人了，是吧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！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几个视频作为老潘给大家的礼物哈。第一个是这个
几个重点项目的简介，然后呢，第二个是这个 ACA 的这个紧急视频，第三个是 Moonbeam 的，然后还有现在的这一个 A-Star 的这个视频。好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我们就在下一期视频中再会，拜拜。